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刘公子，阿弥陀佛，二位大人，我已经四处寻找，却仍未能找到三遍。他们还在全城搜捕三遍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嘛！徐春清果然可恨，当初我听说把状元给了这么个不学无术的家伙，我就非常的不高兴。想不到他现在做事竟然这么嚣张。对了，柳三变目前情况怎么样？属下不知道，不过听说柳三变受了重伤，凶多吉少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